这是月经，要带女朋友来催婚看月经。还有看到灯火哎，有哦，看到夕阳，啊，白布大山，我们终于到了，啊，耶，哇，按个赞啊，哎呀，叮咚，叮咚，哇，真的到了，辛苦辛苦了，摸一下，走了十几个小时啊，终于到了，有，叮咚。叮咚，好，好，真的要谢谢大家了哈，来这个掌啊，好，猎人谢谢了，来，志平，好，小万，辛苦啊，好，武松，你好，马黄，哎呀，马黄，晕头了，高山症，白姑大山31岁，高山症啊，好，真的大家要谢谢大家，因为。今天大家走的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，从早上在8点左右嘛，走了超过10个小时才登顶了，因为拍摄的关系哦，没有办法跟一般登山的行程一样。不过今天也感谢老天没有下雨，哦，上来视野真的很棒哎，看到整个雪山溪了。哎，猎人，你最近才刚走完嘛？对啊，下个哎，后再再过几天还要再走一次。哦，又要再走一次啊？对。哦，那看到那个灯就是东势，然后有看到麦当劳，有看到麦当劳，有，真的谢谢大家，真的不容易，这两天大家淋雨淋得非常辛苦，真的啊。好，猎人，哎。真的，这个综合的那个大辣真的是不简单了、啊。这个白菇、啊，真的是很好躲、啊，很好躲哦。倒木一大堆，真的累、啊。好，辛苦。来这边。哎，我这次常来过白菇3-4次的，结果这次是第一次到这个三角点，才知道说哇，真的蛮辣的。对啊，因为之前有走过屏风，那些羊驼那些，哎，壁路都还 OK， 啊，怎么这次走听到这个大辣，就才原来知道那个大辣是怎么样的辣度了。哇，很好辣啊！对啊，很好辣。今天也谢谢志平照顾大家的胃啊，谢谢。啊，小温，第一次跟 MIT 出来吧？对啊，就吃到大辣了。对啊，第一次跟拍就吃到这个，这个不是大辣的，这个是特辣的，麻辣。对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武松。这是第一次跟 MIT 来这边啊，也是第一次爬这个白姑大山，真的是麻辣。啊，这看到后面那边就想回家了，看到万家灯火。对啊，好，黄鼠狼，黄鼠狼，虽然辛苦，但是很甜蜜。耶，对，也不要说太多，因为想到等一下还要下山。谢谢大家，今天上来都吃了麻辣锅了，好，下山后请大家吃麻辣锅。我不吃辣，结果吃到大辣。志平，你今天说对，我们今天是来这边看夕阳、看夜景。看夕阳、看夜景。我们待会还是慢慢的下山好了，不要再看日出。对，不要看日出了。哦，这在山面前太冷了，因为待会下山是要摸黑的，也是有点危险性。头灯拿出来，稍作休息，准备下山。好，恭喜大家，我们一起向黑熊队长白姑大山呼喊。1、2、3 MIT 台湾志白姑大山成功出耶噔噔噔噔噔噔噔准备下山MIT 台湾志看到的夜景非比寻常，白姑大山拥有一等三角点，从这里俯瞰大台中是一等视野，山友不会在山头留到天黑，这样的夜景只怕没多少人见过。山头的玉山杜鹃仿佛为了我们这群历尽辛苦夜攀白姑的登山者盛开，这样的登顶确实值得鲜花为伴。峰顶还有一枚台北市登山会高山俱乐部碑石，民国63年设置，至今也超过40年了。白姑大山不愧是比古关七雄更高峻雄伟、更有人文涵养的黑熊队长。
我们花了10个小时登顶，又花了7个小时回到营地，如此极致的行程，算是对黑熊队长致敬吧。两个没有办法这样了，那个手会抽筋的。先走好了，先走过去。5公斤，3.6。3.6。早安，其实也不早了，现在已经10点多了。今天大家都睡得比较晚，大概睡到8点半起床，那吃个早餐，现在整理营地，所以已经到10点多了。那今天是我们拍摄行程的第4天，今天我们的行程是从松林营地这个地方，就是往回走，那下到三锥山下的这个最低安部，那越过三锥山后再继续走。下到白姑大山的登山口，然后再去红象部落。好，下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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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舍得，老婆来了。昨天在白姑大山看过夜景，过草青池、吉他营地，一路摸黑回到扎营地。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，今天虽然是重装，但行程没那么长，又是回家的路，身心都比昨天轻松。麦哥昨晚说请吃麻辣锅，经过一夜苦行，敢于向导任劳任怨，决定加码奖励。于是，一行人麻辣锅之外，还期待着另一种香。一群猛男在这里泡温泉，哇，这是非常有名的红香温泉呐、啊。那这是免费的嘛？啊、哦，这水温不错哦，刚刚好。它这个温泉不下来的话是很烫、很热的，然后热水，它旁边有冷水来调匀这个温度，要调起来刚刚好。那尤其爬白姑大山下来泡个温泉，哇，烧成一下子不一样啊。在山上比较黑啊，一下来泡那个红香温泉就变比较白了，变白了。黄子了，哎，马手马手马手。有提过，其实身材不钓鱼就拍鸡啊，一头就够了。一头就够了。那我们应该不错哦，对，看你这样吧。我一样，还是升起来了，还是升起来了，那个。爬一群的，哎哎，我送，打五的也是一样的，差不多，习惯都统一了，对对对，哦，不怕死，还要叫吗？不要死，不要死。红香温泉源自北港溪，当地村人很大方的免费提供给游客享用。我们的向导有几位第一次出队，面对镜头一开始有点腼腆，
等到展露了团结的一块肌，好像就没什么可害羞了，整个大爆发，一个个在镜头前耍宝嬉闹。历尽辛苦，身心饱受压力的白姑大山之行，在红香温泉画下句点，恰如其分。当然，大家也不忘泰雅族发祥地的祈福和那首《唱出希望》。想起在这个地方，真是不简单。多少个秋天累月，今天还能再见面。中山看过了百般试炼，再次相互勉励。每一个人